吧，你如果没办法右边的鸡蛋你还加得出来的话，我叫你神了、啊。对，神神。好了，老婆，我们现在呢带两只呢来小迷你娃娃机店家。对，这全部都是小台的，很适合小朋友他们。你看，他们两个已经在那边看了。一样测试1000块，我们看看呢，到底是小台的比较赚钱呢，还是我们去玩的那个比较赚钱呢？再来玩玩看好不好？好。稍微给大家看一下环境好了。那小台就是全部都是 mini， 这个是新的机台啦，我记得。然后它就是全部都是做这样的小台的，然后还有小扭蛋。我记得原本这一间是扭蛋店呢、欸。对啊，我们之前有来玩过。然后现在改成全部都娃娃机店。来吧，先加哪一个？他看到外面这个。好。这怎么玩？这我也不会玩。然后呢？然后要刚好戳到它才会下来。哦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你先不要按哦，你要看准再按。戳。这个日本超多的，应该可以带他去日本吧？你仔细看，其实会有点跑一下。好，你投。来吧，一人按一次，换美美按。美美投了。哎呦，他要跑一下。对，他其实有一个机制，因为他有保夹设定，加投到。我要试其他的，要不要？我们去试。保夹多少？100块保夹。不要老实，要不然我们去试其他的，要不要？好。好。哦，你要夹车车吗？你控制，你控制。你要前面还是旁边？好，他要那边。这个吗？哦，哦，好像还可以的。这个就可以靠实力夹出来了。嗯。它至少不是摸摸爪，还可以动一下。至少有爪力，对不对？哦，至少有动一下，然后再贴前面一点，两爪就出了。看妈妈到底有没有调好爪位呢？哦、oh, no！ 哦，有哎、欸！哦，你调的不错呢，运气好。你还说哦、oh, no， 结果拉出来。对。哦，这什么？哇，这什么？好像很帅的车哎、欸。我想和你可以展示哎、欸。哦、车哎、欸。它可以展示哎、欸，你看。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划算。我加这个车之后，我觉得划算。妹妹要加这个水豚君。哎、欸，童姐姐。摇杆，摇杆。来，我们在旁边看就好，我们看妹妹了。哎、欸，妹妹，你笑你妹。妹妹，我们先帮你控制好，你再按可以吗？这样才会夹到东西、欸。等等，这个先不要按。你看、啊、我们让爪子在前面，那上面才可以、喔。我看不到哎、欸，这里吗？好，妹妹你按，妹妹的头看不到，妹妹你可以按了。夹到了，哦，夹到了。哎、欸，结果是夹到下面那一个。对。哎、欸，爪力还蛮够的啊，可以可以。我觉得这种店好像比较适合带小朋友来走走。哇，妹妹是什么？水豚君哦，她在洗澡吗？哇，对耶。我们看到一只很可爱的狗狗。这个蛮可爱的。哦。那你夹右边的要不要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好像有机会哦。夹他的屁股，对，屁股好。哎、欸，这样夹得到吗？哇、哦哦，可以夹尾巴耶，好强哦，好强哦，帅宝，厉害耶，30块，给你们，100分。哦，你要送给妹妹啊？啊，这里还有一只鲨鱼，要不要？妹妹你投啊，哥哥帮你控制，然后你再夹。等一下哦，妹妹，等一下哦，哥哥帮你控制哦。好，给你按。妹妹按，可以吗？哇，哇好强哦！这两个合作无间，这很适合带小朋友来玩。咋搞？厉害厉害！哇，夹鸭鸭，你要夹这边的、哦。夹。这只鸭鸭夹不到，还是夹前面的。哦哦，要出来！我觉得小台的甩宝有抓到诀窍哦。哦哦，可以可以，这爪位。哇！哇靠！哇哇！他先去跳级玩大人的，玩一玩之后呢，小台就变简单了。小台就变无敌了吗？有点厉害哎、欸！妹妹手上随时都有钱。哎、欸，妹妹帮哥哥投。上次没夹到的鲨鱼，鼠大爷说要来挑战一次。
蓝色那一只。那我就跟啊，它没办法往，没办法往右边呢。它把它坏掉了。哎、欸，快出了！啊，来吧，你如果没办法右边的机台你还加得出来的话，我叫你神啊！神神，太神了！右边没办法加出来，你还可以加得出来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摄影师，啊，你是什么？我是拿拿战利品啊，还有拿钱啊。太远了，要进洞口的一点。他下不去。哦，那算了，小白宝，这个不要了。我们换。再给你挑战这个，你不是想玩这个吗？妹妹投钱。好啊。你看他舍不得投下去，超好笑。他都慢动作。哎、欸，没有用到吗？没有啊，你注意看哦，他会丢一下，嗯、来再一次，让大家看这个机台哦。他往后移一下。对，他往右移一下。最后一个咯。妹妹，给你按。好按，你看宝夹，妹妹好厉害哦，中了！哦，小海宝说要再夹一次车车，有，啊夹前面夹前面，这里啦，啊，左边这样，我的问题，小海宝我的问题，你要这只绿色的。他只要夹到就好、啊。哦，有。啊！倒爪，先夹这一只青苔。小娃娃机青苔。啊！这。哦。啊！出了，要出了。有了，拿走。哎、欸，没有。不会吧？都站起来了耶。我们夹到宝夹了。啊。噔噔。这一次换爸爸来好不好？看能不能清台。哎、欸，他有那个，他有点延迟下转。哦，我还以为要丢出来的。对，最后了，最后十块，不行就算了。史大爷来。哎，有吗？啊这，哎呀呀呀呀！加码对不对？该出了吧。清台。好。输了，有了吧？哇，可恶，差一点。最后十块给你，我不会多拿了。哎、欸，你看了，我又被人家拿韩元，因为你已经三次了哎、欸，这是第三枚了哎、欸。哇，我哭啊！才三块钱，来，好，输了吧？输了啦。Nope。啊，为什么？最后十块给你，我不会多拿了。来，你自己控制，你觉得要用哪边？好，好，好，你自己夹。结果夹出来了，可恶！裁判，你差一点就夹出来了。裁判，你有看到吗？哎、欸，我剩最后十块了。它在边边的哎。最后的 ending， 青苔。勾一下看看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样出啊。哦，青苔。耶、yeah ！哦，哎，老婆，你刚刚总共换了多少？换了550，然后还有剩哎。然后我刚刚拿了，差不多600块啊，差不多600块，还不错哎，小朋友蛮开心的。几只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哇，八样，很多哎。我觉得以后带小朋友就来这种店就好了。是啊，他们有拿到东西的。对啊，而且他这个是新的机台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像他这样调，我们就会想要投钱。就是他不会调太难。对，迷你机台，翟宝你直接变高手。好啦，那就是我们带他们来挑战迷你小机台。对。那之后如果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机台，再分享给大家。好。那我们先到这边，下一部影片见。拜拜。哇，他们很开心呢。对，是有开心的。有开心就好，有开心就好。你上面夹得到吗？我看你能不能手用到。用不太到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OK 啦，这个高度可以。